哲去买面回来吃啊。所以叫你刚刚要跟他讲又不讲。走了，我们去房间喝奶奶了。喂，你要喝奶奶吗？走，我们去喝奶奶。阿哲去买面要回来吃，阿哲肚子饿了，快走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，不要吵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走。好，乖，你看妹妹嘞，你看妹妹。